这虽然上爬着，这底下又下雨了，这是半个怎么弄啊？这半老多就成这样了，这咱这日子怎么过来了？这这地方怎么弄来了？这实在是没法过了。脚下的玉米大概有700-800亩地的玉米，加上附近这一片的玉米大概是3000亩地的玉米，总价值大约300万。这已经到雨季了，如果再不脱离，我也没法晒，再不脱离这玉米就可能发芽长毛。这老百姓现在把玉米都搁我这儿了，所以老百姓的田也没有纸，就我把玉米拆了以后才能给老百姓了。假如我兑现不了这个承诺，我也没法过来。俺已经都说已经处于崩溃了都。嗯，只要能叫我干，有什么要求我都能办，结果还是不让我办，我实在是不能理解。